开始播了吗？哦，开始了。昨天我试了半天都不可以。我现在看不见聊天室有人吗？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也无所谓喽。我就是，哎呀，有人了，谢谢谢谢滴滴我的 CCGG，谢谢。三更半夜不睡觉，因为我们的农场在后头在建设，我这两天在耪地呢。谢谢大家，谢谢我看能看见啊，幸福来敲门，耶，没错，10月16，8月桂花，10月16，嗯，收获的季节，还有这个长腿黑妹，哇塞，很性感啊，黑丝儿哈，最好是穿黑袜子，还有就是一人一票的国，谢谢喜马拉雅咖啡豆，一定会有的，我们会有自己喜马拉雅牌子咖啡哈，还有这个。Morgan L，什么 O Beauty 什么，A Q Beauty Q Beauty，sorry，眼花喽。短平快啊，但是不想做的特别那个重。我们这个农场如何如何？反正我这两天跑的耪地，在耪地，吭叽吭叽耪地，有战友来家呢，是远远超乎我的想象。我以为有个几十个人。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就没想到第一天刚刚那个推特和盖特发出去之后呢，我当时是去做头发去了。我想差不多2个半小时、3个小时肯定能当天下午就搞定。我在那一边做头发一边把这个放上去，不就结束了吗？结果没想到这个短信就像水一样、瀑布一样从天而降，它就不停，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想坏菜了。还有，我终于体会到为什么文贵先生说他找不到，我再给一个人回，那上面就有短信进来就打断了。然后要万一这个没有摁 enter，就是没有这个放出去，我待会就找不到了。还有呢，我大概列了个提纲，我会在提纲里跟大家仔细说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大概解释一下。那第一个呢，我先来个单口开篇，这是我人生第二次烫头发，我大学实习的时候吧。20多岁，20出头的时候，去这个办事处，夏天也去那个去办事处挣2外快，然后去查那个个体户。当时碰见一个大姐呢，特别热心，说：“哎，看你头发真好啊，长发及腰，愿不愿意我给你做一个冷烫啊？”然后稍微有点波浪卷，我就去烫去了。那当然，她不是说她一说我就烫，她也说服了我好长时间，在那待了差不多1个月嘛。她就每天都跟我说，每天跟我说，说你一定烫的挺好的，我技术挺好。我并不知道他那个是拿我脑袋练手，他就说他多练一个人是一个人，但人家又是免费的，又很细心，什么药水什么全都是他出的，不是我出。后来我就烫了一个头，烫了一个头。那天下班以后呢，我就骑着车，大约是从地安门，是安定门地安门，反正从那儿骑车回家，骑了差不多40分钟回家了。回家一摸兜，没有带钥匙，然后就只好当当当敲门，是我妈妈来应的门。我母亲开门第一句话是这样：“同志。”您找谁？我当时就是傻了，我说小红妈啊！她当时，她你干嘛去了？你到哪烫这么一头呀？头烫的，我当时想，哟，这太夸张了嘛！后来我赶快到那个我们那洗手间找了个镜子一看，啊，那个娘呀，那个头飞毛爆炸，就是去过北京什么科技馆那个少年儿童中心那个科技馆，你要是摸到那个静电器那个球上，然后你的头发比较干净又比较长。你的头发就完全都能炸起来那种，我那是烫成卷卷曲状的，炸起来差不多都是75度，2个75度，150度。这个人的脑袋，还有这个150度，然后长发及腰都是带卷的，就这么一脑袋，我就骑回家。从那天开始，我就变小辫儿，没办法，天天起来变小辫儿。这个地方有点卷，后面有点卷，大约是9个月左右，我记得是9个月左右，才慢慢就是长一点，剪一点，长一点，剪。真正等那整个烫的那头发，那个势头波浪什么去掉，都得1年半以后。所以这一次烫的时候，他就说你头发好少耶，我就跟我那个御用发型师开玩笑，我说啊，这个叫做这个聪明的热闹的马路不长草，聪明的脑袋头发少，嘿，所以去。就这样，挺好玩的。先把这个开篇说了啊，我短平快说一下我们这个喜马拉雅农场那个集结的问题哈。第一呢，远远超乎我的想象，一位战友们，这是乾隆载渊，各显神通。
而且澳洲绝对是藏龙卧虎之地，不可小觑。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非常有感触，因为我毕竟经历过枝生心生，到现在我看见过那些到大街上举牌的，我自己也跑到领事馆，带着孩子，冒着小雨，点着蜡烛，没用。二三十个人在门口喊一个打倒共产党有什么用啊？我们当时面对着那个悉尼领事馆，就是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当地的澳洲人拿着一个牧羊的鞭子在那门口啪啪的横甩，抽中共的时候，说骂病毒的时候没有用。他森严壁垒的，可能人在里面还能把我们拍下来照下来，但是我们并不能动他半根毫毛。那么无数次的上街喊口号、举牌子，看惯了、看腻了。甚至在这个群里呢，就是在这个圈子里，大家澳洲政府都曾经说过，怎么回回弄什么事儿，全是你们这些人，怎么就没点新人出来？我也一直在纳闷呢，对不对？那这次新人，这个是倍数的涌现，超乎我的想象。第三条，谈一下这个组成，这个年龄段呢，从19岁、20岁的这个还在这边读的学生，一直到呢退休的70多岁的人，老人，英语也挺好，还会粤语，会这个普通话，所以我也蛮感触。大家呢，因为我要求大家附简历哈，大家附的简历呢，我真是看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哭就是说非常有感触，每个人经历不同，笑就是因为我从潜心里觉得我们这个战友的这一次集结将是真的历史上没有过的。我看到了那么多人他们的这个挺锅的经历，他们这个面对周边小粉红的经历，还有一个概无例外的，大家都说到了家以后找到家了，进去都说哎呀。一直被孤立，一直觉得特别孤独，被周围的朋友、亲戚、同学，甚至视同为什么粉红、卖国贼，反被我们反倒被说是卖国贼。结果没想到进了一个大家庭以后，就觉得被温暖哈。我是实在呢，向群里的战友也说一声，本来这个昨天我是尝试着直播，结果没声音、没图像，今天发现是好了哈。我昨天是差不多待到3:45，我还想直播也没直播出去。今天是总算是可以给个时间。那当然呢，可能澳洲站有很多都已经休息了。那我想呢，因为这个给我发出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申请加入这个农场的这个战友，并不是仅限于澳洲，它涵盖了东南亚，涵盖了欧洲。甚至是北欧，甚至这个美加都有。当然呢，我想文贵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尽可能是原地原参加班子。比如说你是澳洲的，参加澳洲的；或者说，比如说你说我在斐济没有，那我们可能也考虑把你拉到澳洲这边来。所以这一点没问题。那么第一条呢，我想一定要强调一下，请大家一定要注上您的名字。很多朋友呢，很多战友来发的时候，他都没名字。我从上到下得把每个照片都打开，然后每个表有，当然有时候我是马虎没有看到啊。但是很多地方一定要请战友写上名字，无论是您的真名、假名、昵称、笔名，或者你说我在 GTV 有一个名字，我想跟他吻合，还是说起的名字不一样，但是请您一定要给我一个名字。圣经里头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将近7000次。后世很多教会不愿意呼喊他的名字，他在一开篇就告诉我们，他有名有姓，他叫 Jehovah。那么我们为什么老喊他 Lord 呢？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应该用他的名字，用他的名字喊他的名字，你会倍觉亲切。所以，请战友们给我发短信的时候，一定要附上你的名字。有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号码里附带一个名，他可能有一个简称，我就把那，因为我是要做什么呢？我必须把你的电话号码跟你这个名字要对上之后，然后再逐一的去了解你的大致一个背景，然后了解你的大致一个捐款的这个形式啊。我不在乎金额哈，你只要捐的是心意就行。但是一定要看一下这个你的大概的背景。我希望每一个战友都是我一个一个这样去拉到这个群里的。我希望呢尽量不出现这种。出现什么泄密啊，或者有战友把这个群里信息放出去啊，或者有些战友其实可能是这个潜伏进来的，当然潜伏进来无所谓哈，没准待哪天就变成我们真战友了，这有可能哈。但是就是说，希望那个从头把关，而不是光要一些来吹口炮的。在这个相约和这个邀约的过程中呢，我真是颇有感触，以后节目再说。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写好名字。第二呢，因为要求的是简介，越简单越好。我并没让你写长篇大论，但是我也深深的体会，很多战友就是说我就是想给你写简介，但是我没想到是安红你，我拿起这个手和笔，我就哗啦哗啦哗啦，没想到他说他写那么长，他说我都没有打字打这么多的这么一次，但是因为太激动了。还有战友呢，就是想确定到底是不是，我怕被骗哈，就不断的这个打电话过来，我一再强调，因为我白天要上班。上班的时候是不可以接电话的，也不太可能再分心。
我顶多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喝茶的时候，喝咖啡的时候发个短信，看看推，发个推而已。那忙的时候，像今天一下子，17个电话，然后9个 case，然后一个一个都要去跟踪。我上班的时间就是蛮宝贵的。还有呢，我请这个，因为有多那个区号，我不太知道是世界哪个地方。我请那些所有不是澳大利亚的那区号的站们，一定要体谅一下。我昨天晚上手机就一直在响，我都不知道谁打电话，满版的都是 miss call，就是红的，我就得一个一个再去回。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区。我请大家在给我打电话之前，一定看一下。我请大家给我发的是短信，短信，短信。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你要是说，因为我接了若干个电话，他说我就想确定一下你是不是安徽，那个就是我。我这个电话放在这儿，我知道他们可能也想害这个号码，那我就这么做了。我还特意把这个号码换成我们澳洲 Telstra 的。那么这里面想多奉劝一句，就是说所有在澳洲，如果尤其是你在新州，你用的是 Vodafone 和这个 TPG，还有Vodafone TPG 还有什么来着？就是这种小公司哈，就是说你像我的经验就是说。我以前的计划，Vodafone TPG 的计划，去珀尔斯，去墨尔本还好一点吧，珀尔斯、阿德莱德，去这个塔斯马尼亚都没信号。那么什么有信号呢？你在澳洲，请用 Telstra，它可能稍微显得笨重一些，这个计划稍微贵一点，贵个平均1个月10块钱，但是它的信号可以确保您在澳大利亚安然无恙。而不是 Vodafone 或者其他的备租的小公司，背景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公司。我自己是强烈的一个个人建议，我希望尤其是澳洲的战友，请采纳，也算我们支持一下澳洲的这个电信，因为它是 Telstra，它是澳洲本土的，对吧？我这点特别想谈一下啊，因为毕竟你将来要到农场来啊，这农场可能在昆士兰，那可能在塔斯马尼亚。我们的战友现在目前是除了北领地我没有收到，这涵盖全部其他的这个州，所以非常令人振奋鼓舞哈。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比如说战友在个别有战友在香港、在斐济、在这些岛国，在什么泰国，还有在东南亚这些国家，因为我不太清楚，就是有没有涵盖范围。但是只要您把您的简介发过来，我觉得可以通过的话，我就一定会给您先加进来。如果我们之后有，比如说有泰国的那个农场或者其他的某一个专门的那个这个农场，我再把您推荐过去，对吧？因为暂时我们是在筹建中。同时呢，因为在筹建中呢，我就不可能有时间听您发13条、28条语音，我也不可能说帮您去催路德的什么东西，什么谁谁谁的口罩，或者您给萨尔姐发的那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没有这个时间和功夫。我在这里先向医生说一声抱歉，因为我现在的工作呢，就是要把大家集结起来，逐一甄别一下。这个甄别我也用一下，就是说，希望每个战友都是真战友哈。而且呢，前提无论多少，您一定要捐助过法治基金。哪怕说您当时这个，比如说有的战友是这样，他说我在国内是捐过的，给个银行转账，但是没有收据，是因为人已经到了澳大利亚来了，那么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也有一个酌情权，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是之所以想一对一的把这个放上去的话，就是一定要保证我们这个队伍相对来说呢是真金白银挺多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稍等啊，哦，纽西兰的战友，新西兰战友，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怕我把他给丢了，我找不到了，我在文贵先生昨天直播之前就是告诉我们那个老班长，其实是这个负责管理新西兰的。那么如果已经入群的新西兰战友呢，那看您选择，当然我肯定到最后会让发个统一的通知，希望大家就是新西兰呢归新西兰，澳大利亚归澳大利亚。但是你要愿意两边都待着，我不知道文贵先生有没有去那个说不可以哈？有的，因为我这边可能还有美国的战友、加拿大的战友，甚至还有北欧的战友，一开始不知道也都进来了，先进来。那么那时候我们统一听从这个安排和调遣，对吧？我们的大部队积极来听从调遣。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些问题哈，因为现在我这个全部精力就放在什么呢？就是对上人名、对上履历、对上你的捐款。我不去回答，我没有时间，我白天要上班，还要做三顿饭。那个，请大家也原谅一下，我要给自己一个睡觉的时间。像昨天4点半快5点倒下，7点、8点就得起来，8点半就得起来，每天也就睡这么长时间。那我就在这儿呢，感同身受一下文贵先生。他说他有6000个信息要回，我觉得我要疯掉了，因为我第一天最后我算了一下是640多条，那也就是文贵先生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一，我这个工作量十分之一。文贵先生多忙呀，日理万机，而且他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而且我发现我的群太多，因为我还有工作群、上班的群，我就有好几个，
然后我还有这个咱们这个战友群，然后还有好多别的群，我每天这个眼珠子看，所以我觉得，哎呀，文贵先生真的不容易。那我们可能 Sara 女士，还有老姜，包括木兰，包括很多这个战友，可能都会遇到这个问题。那大家我们定一个大致的范式，就是说在筹备初期，就是先把大家平安的、顺利的、姓名准确的拉到这个群里来。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后再详细讨论。但是我真的没时间回答您提问给我的那么多的问题。这问题呢，我刚才在开这个开播之前，应该是还有至少200多条。还有一点呢，我要道一个歉，就是说，我一开始按照这个前后顺序，就是先给我发短信的，我先发。但是我发现了这个 WhatsApp 的系统呢，总是把后来加进那个就压住了，压住我就得往下去翻。可是我往下翻的时候，就是文贵先生说的那样，我终于理解了，这个新加入的人像水一样不断还在往下流。我就找不到之前的那个，那么就会后来就终于发现一个什么状态，就是可能至少有很多战友还没收到我的回复，一定请您耐心，是因为先从前头刨到底儿往上翻容易，然后新的从上面来了，我马上对应容易，我得去到中间去找您在中间的那个部分，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难。那么我就发现在那儿还有200多个，至少有200多个短信我还没有回，还有就是 miss call 这一边，就是我有些电话接不起来。那么没接起电话这波呢，我不知道能不能对上最终的号码。那我已经发现我至少是错了3个人名，当然后来我就给改正了。还有就是说，如果您的名字是以英文为主，比如说您叫的名字非常大众化，比如说你说你叫 James，你叫 Jason，你叫 Mary，你叫 Lucy，你叫 Sarah，或者你这种名字，请你一定在你名字后头附个什么东西，或者我在往里输的时候，我会备注一下，比如说 Sarah 莫就是墨尔本的，Sarah 昆就是昆士兰的，Sarah 那个塔我就塔州的，我可能会这么备注一下。还有一些战友呢，我考虑到就是说安全的原因，他可能不愿意用真名或者用一个什么名，那您的名字。就是说，起得越有特色，越容易被人记住。当然不要太长，我输入的时候也比较容易。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说，我希望所有入了这个澳洲喜马拉雅农场群的这个战友们，一定把自己的图像至少给我设成一个随便什么图形。你要说你不会设这个图像，那就到群里大家或者兄弟姐妹一块儿去分享一下，问一下，谢谢啊。因为我不喜欢看那个。白花花的，我找的时候非常不方便。再说，因为手机之前还有自己的朋友圈，有的时候，比如说他说我输个 Sarah 就进去了，结果我打开一看，我能有9个 Sarah，我还得一个再回去去找。所以这一点呢，请朋友们体谅，一定还要至少就是说，无论最终您能否加入到澳洲，谢谢啊，这个喜马拉雅农场群，但是这个中间至少我还有200多条信息没有回，所以一定请您耐心等待。我也很体谅很多人说，我都给你发了4个小时了，我都给你发了8个小时，你怎么还没理我？我刚想给您发的时候，对不起，上面新的就又来了，请您一定耐心等待。文贵爆料革命，文贵现在爆料革命3年多了，我们不都是一直耐心等待的吗？我们一直参与吗？我们真的不差这么一会儿会儿，所以请您一定耐心。还有就是这个，法治基金捐款，新西兰墙内的同胞。这个墙内同胞呢，因为是这样，因为我还不太清楚墙内同胞到底怎么做，但是考虑到这个安全的原因呢，我个人考虑是这样，我可能还是主编这个一对一的去这个跟您交流。还有就是说，墙内同胞我知道的，但凡能被这个中共这个狗急跳墙的这个目前搜出来的话，都是可能要核查，或者动辄可能不仅是核查的。那么您用什么保证您自己的安全？对吧？因为最常见的就是说，哎呀，我是墙内的，我希望单独跟你联系，很高兴联系上你，安红，如何如何？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战友就是墙内号就直接进来了，那么我最后可能会做一个处理，墙内的号有可能最后不在这个群里待着，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战友的安全。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当然我也有很多战友他已经考虑到，他说我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反正我也回不去了，我豁出去了。那这样的人我就给您加进来，因为他您在澳洲嘛，对，他可能用的是那个强力的号码，但是他回不去了，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请这个墙内的同胞和战友一定要这个谨慎审慎，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安全，因为文贵先生跟我们说过，一定是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然后才是挺过。我不愿意像尹队长那种事情发生，说你来了以后就是天天来为我们让救哦，甚至也有战友问我，澳大利亚农场群是否有这个救治机制？
我打算马上就怎么怎么着要到澳大利亚来，能否帮助？对不起，暂时一概都顾不上这些。您自己要挺的话，要这个参加的话，要跻身这场革命的话，您自己先把您自己处理好。您要是自己都没处理好，给别人添麻烦来的。我建议您还是先把自己安身立命，就是处理好，然后这个一定是在没有安全的这个忧虑的前提下，然后再来参加我们队伍。再说呢，毕竟是澳大利亚这个喜马拉雅农场，可能应该还是立足于澳大利亚本身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明一下。我看看还有什么事情啊？对，基本上应该就涵盖了。好，这个我就是绝对是一个短平快的直播呢，可能很多出差得看录播了，但是希望大家广传。我再三强调一下，第一就是，我就不再另行再通知了，就是简历上一定要首先附上您的名字，您的宝贵的名字。我要跟您联络的话，先要呼您的名字。第二呢？我已经再说一遍，三遍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短信，短信，短信！我不太知道您为什么要跟我说话，那就是我的号码。哎呀，这个是第三条呢，就是说我们是立足澳大利亚的这个团队，还有东南亚吧，就是一些地方地区还没有的话，但是墙内的战友，为了您的安全起见，我强烈建议您。那如果你说你毫不怕，绝对不怕，你就强烈的号就进来了。我可能会打个小问号，大小问号，开玩笑啊，大小问号。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希望大家支持和这个继续签那个耐心的等待我给你的通知。我待会儿下了这个小视频，马上就要给大家去发这个联络了。还有最后补充一点，如果您也把捐款证明给我了，您把您简介也给我了，但是在24到48小时，可能我曾经答复过您。但是您还没被拉入群，请您一定再给我发一个，说一次说那个恩红，我那个还没收到，怎么着？这样您就跳出来了，跳到最前面，我就去把您这个再拉进来。1v1，毕竟这个人数特别多，我是整整拿了这个纸正反两面写了3篇、4篇、5篇纸，每个名字加完之后我都会划掉，然后加进来。当然有可能有漏掉的，所以各种纰漏完全有可能发生，请大家多多原谅。谢谢战友们，让我们一起聚集在澳大利亚的喜马拉雅农场，而且让我们祝愿其他那个全世界各地的喜马拉雅农场都像澳大利亚的这个农场一样，这么火爆，这么热情，这么有凝聚力。我坚信我们的这个爆料革命一定能够成功。谢谢大家。